我是杨小月。最近我不是在助力武圣的大耳根吗？然后上次抽奖的朋友们，你们收到我的大耳根了吗？味道怎么样？记得在评论区给我反馈哦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也是准备想让我外公外婆品尝一下这个大耳根味道怎么样，因为我在带货的之前嘛，也需要外公外婆给我把把关。大家觉得好吃，那外公外婆都觉得好吃，那就是真的好吃。现在去给外公外婆尝一下。外公外婆，外婆，哎，你这边，你的官儿。哎呀，你们也做这种？没有，我们就是助农的，给你上上味道。我们带的就是武圣的大牙根儿、泡泡根儿的身体板、大牙根儿、大牙根儿、大牙根儿的武圣，对，武圣的广安的。哎呀，长得一米一的喽。这大个。明显的，那多好甜啊！哎，还好吃，明甜的。哎，我觉得就这么甜吧，都。外公甜不甜？我吃不得酸的啊，都吃的。哦，你吃不得酸的？吃不得酸的吃。不吃。你当天吃过多甜的？秘密。啊，好甜哦！对，这个高二没得秘密的。嗯。这个大牙根的好处，它就是没有秘密的，没有籽儿哈，你不用去吐籽儿。好吃，甜的，好吃，嗯，也不甜，我觉得多甜的。哎，好吃，我接吃。真的挺甜的，个。哎，甜的。我上次去给他们就是拍视频的时候，那会儿还有点酸，现在就是很甜，我觉得。不酸。然后如果酸的话，他们说这个橘子是越放越甜的。哎不，你吃这干儿感觉水分多不多嘛？水分多啊。这可不。多得很，哎呀，嗯，水分多。又好吃，好多酸！哇，我飘了！看我刚刚挤了一个橘子，小小的一挤就挤了这么多的果汁，满满的维 C。你嗓子不好不？好吗？哎呀，比买那个果汁好点。甜得很，甜呢。嗯，这个可以拿来打果汁这些，把皮剥了，然后直接丢在那个榨个榨汁机里面也可以。但我还是喜欢一半一半的吃。我们现在助农这个广安武圣大根，外公外婆觉得味道都还挺好的，我也觉得挺好吃的。它水分挺足的，挺解渴，口渴就是口渴的时候吃一个可能就挺满足的了。我觉得就满满的维 C 嘛。主要呢，现在还要等就是收到。那个抽奖的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味道好吃，那我们就准备要带一带了。这呢，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现在果农们不会弄链接，现在我们在教他们一步一步的看能不能把这个橘子弄上线。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，下期见。